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啊。今天来教大家那个，看一下啊，对，那个怎么加一个阴影的一个技巧啊。当我会找啊，就我就打了一个谷歌上面嘛，打了一个那个 portfolio 打了以后，我选一个没有阴影的，就这个吧，可以吧？然后对，然后 pin screen 我把它那个啊，刚好可以这样子。我这个可以刚好做，然后变成首图，可以吧？啊，刚好也省事，这样子，pin screen，然后贴上去一下。然后这个东西，首先我先把它拷出来，拷出来以后，对吧？Ctrl 就是变成选区，Ctrl 加 J 复制图层，然后这个啊，然后这个多余东西，我们先把它给隐藏掉啊。然后隐藏掉以后，对，你能看到，对，这样子一个东西。然后呢，再这样子，我再按着 Alt 复制一个出来，然后呢，再 Ctrl 加 J 再复制一个，然后下面那一，然后上面这个，我们先把它隐藏掉。所以说这，哎，对，只有一个。你看，如果是这样，懂了吧？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说，我先把上面那层隐藏掉，左边那个是最后放在首图那边去那个，最后对比用的。好，那这样子这一个部分，这样，我们就。点一下那个模板，模板以后，哎，好，哦，好吧，然后把多余的部分给删掉。但是这时候发现有问题，就是对，你会看到就是没了一块，那要怎么样做呢？刚刚那个底图是这样子做这样，就是说有时候不用急着先把图给抠了，可以就是说如果模板没法默认收的，你就把那个。对，我就抠这个部分，为什么？因为就这个部分是没掉的嘛，那个白色，那我就选下面的这个，你这样，下面这啊不，上面这个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控制加 D，先取消选区，然后控制加 Enter，先把它变成选区，然后呢再看一下，OK，上面这个才对，不好意思，上面这个，然后把它复制一个出来，然后再把这就是缺，哎，你现在看它两个是完整的。然后就是说，我们把这两个往缺，就是缺块，给放在一起。那这个操作可能有点快，那可能需要你们多看几遍。然后你看现在，哎，对，你看刚刚那个我们是，你看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刚刚那个你看它是有个白边的，那这样子我们就把白边给去掉了，能懂吧？那这个本来的多余的白边，有白边的我们就不要，因为左边那个就是一个嘛。然后再把我们新合成的那个复制一个出来，然后呢？就然后把它填充成黑色，然后往后放一层，往后放一层以后，哎，你看到，对，就是这样子往下拉一拉就可以了，往下一拉，然后你会发现，然后再怎么样，然后呢，再那个稍微给它加一点那个对，加一点对比的一个，加一个阴影的边，然后还是一样可能加 Enter，哎，你看，好像差不多了，然后这时候这个阴影必须要知道一个功能，就是 Filter，然后这里。高斯模糊以后，哎，你会发现啊，好大呀，就是这样子，反正所有变模糊都是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差不多，然后通常默认就是50的这样子，或者30的一个透明度，然后这样子把多余的部分给刷一下，把圈圈给刷一下，刷一刷啊这些部分，就是说刷一刷啊，这是最快的去加阴影的一个方法。就有时候你拍，因为如果你跟摄影师合作多，你会发现就是说。很多时候他也不会控制那么多，那很多事情变成你自己去控制，那阴影什么的给他刷一刷，然后这样子我们就最简单的就最快的速度，然后这样子去做一个阴影出来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对，就是其实真心不难做阴影这个东西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好，那就那个课就今天就到这里，那个谢谢大家。